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外媒报道，8月24日，亚马逊推出了一个重大计划，亚马逊红人计划。目前，亚马逊红人计划主要以 PC 端为主，申请人需要提供自己的 Facebook、Instagram、YouTube 和 Twitter 账户，并以此来评估红人的社交影响力。当审核通过以后，亚马逊将为红人提供自己的 Shop 页面，类似于 Facebook Page， 然后红人可以在他的页面上推荐商品，而该红人的所有粉丝都可以直接在他的页面上看到红人推荐的商品。一旦有商品成交，亚马逊将会给红人支付佣金。根据上图，我们可以看到亚马逊红人计划可以分三步走： Create your storefront 及创建页面，使用自定义网址在亚马逊上创建红人自己的网页，并使用它来推荐数千种产品， Share products 及分享产品。红人使用自己的自定义网址轻松引导粉丝了解自己的产品推荐， Get rewarded 及获取报酬。当顾客通过红人页面购物时，红人就能以此获得佣金报酬。另外，亚马逊专门提示，如果红人目前的社交影响力不够，没有通过，不足以吸引很多的粉丝购物，可以慢慢蓄积增加影响力，之后再次申请。目前，社交媒体在电商营销中所占的分量逐渐增加，如何通过低成本的营销来吸引流量，进而引爆销量，就成了一个难题。亚马逊红人计划的出现，或许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而来的。一、新奇创意。红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，每一个受热捧的红人必定有其特殊的一面，这样才能吸引到粉丝。因此，如果卖家想找红人做影响，最好能确保自己产品独具创新，起码保证产品得有一点突出的地方，这样才能达到1+12的效果。如果自己的产品烂大街，没有一点突出的地方，就算红人帮着做了营销，反响可能也不会太大。二、质量过硬。红人是靠粉丝活着的，如果他推荐的产品出现这样那样的质量问题，不单产品卖不出去，红人也会跟着受连累，甚至过气。因此保证产品的质量非常重要，这不但是对红人负责，也是自己的声誉负责。三、应时应景。